318国道是在中国华东、华中、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，起点为上海市黄浦区，终点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，全程5476千米。318国道横跨中国东中西部，揽括了平原、丘陵、盆地、山地、高原景观，包含了江浙水乡文化、天府盆地文化、西藏人文景观，拥有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高山峡谷一路的惊险绝美雄壮的景观，而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6年第17评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。318国道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的一段，属于川藏公路南线的一部分，是318国道中最美最精彩的一段，它的沿途风景千变万化，多姿多彩，行走其中可以体验到隔山不同天，一天有四季的奇妙感觉。它又被公认为是中国路况最险峻、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。它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地区，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，被称为心灵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。这段最美线路中，西藏昌都巴素县到西藏拉萨的这一段最经典。
些的哈。那咱们呢，现在走是这个高速公路也比以前调整好多了。以前走318国道川藏线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叫做巅峰之旅。什么叫做巅峰之旅呢？叫做车在路上颠，人在车里面颠，心脏在肚子里面颠，把最终把人给颠疯了，那就叫巅峰之旅，知道吧？现在的吗？至少了吗？咱们还是圆梦之旅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朋友的话呢，我就说过，很多朋友就是想到西藏来，但是一直不敢来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各种的担心哈。所以说的话呢，跟大家讲到说，到西藏来旅游就是一生一次，一次一生，足矣了。很多人的话呢，想来了，一直想来，想来圆梦，多少年一个梦想，一直想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担心，不敢来。还有的人啊，我曾经接待过，我们这边的话，总体来讲，西藏接待团队的话啊，如果是年龄超过70周岁，年满70周岁，我们几乎团队就不给报名了，知道吧？除非你有直系亲属，你有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说你走川藏路的话，告诉大家，川藏路是所有公路当中最美的一条景观大道，但是这条路非常难走，这几天已经在泥石流了。每一年都会这样子，一进入到6月份开始，从6月份到9月份这几个月当中，不是泥石流就是雪崩。那么上面在滚石头，下面是悬崖，所以说走川藏路这条路是特别难走，最不好走的，危险性非常大。曾经不乏有很多车辆被冲到那个架底下帕隆帐篷里面，冲到江里面去的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说你们不用在西藏旅游，真的不用去羡慕那些自驾游的。有的人开车开到半道上，想把车给甩了走了，不可能吧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扔了走了吧？所以来西藏旅游最好的方式是跟团旅游，是最好的。啊，像咱们这样的品质购物团这种方式是最好的，团费花的也不是特别多，对不对？然后进来的话，你了解的也是更多。那么再有一个，就是首先第一个，那自驾游的话呢，没有人帮你规避任何的风险，但是你们跟着我们团，很有可能没有那么的安全，措施没有那么好，这第一。第二一个，我们在吃饭的地方，啊，吃饭的餐馆的外面，或者是在什么呢？景区外面，或者是厕所门口等等这些，有一些小摊小贩卖东西的地方，服务区是不是也有？对不对？那么就是你买这个东西无所谓，我无所谓的，你要买你就买，我绝对不会说你不要买，因为我不干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是信佛之人，我信藏传佛教，从小在奶奶的影响之下就这样子，所以我深信不干几件事情，第一我不杀生，第二我不打诳语，哎，这个的话呢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打诳语的话呢，我信仰告诉我，打诳语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不讲假话。如果说这样子去说，如果你打诳语或者怎么样的话，最终会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进行轮回的时候，会轮回的欧阳大国好多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儿去印度很近的，顺着雅鲁藏布江一直往下走，一直往下走就去到印度了。我们去到墨脱州，墨脱跨过那个江，对面就是印度。所以说呢，喝葡萄糖的时候要怎么？要把它稀释一下，不要直接喝，太甜的话会对心脏有影响。